也太可爱了吧！从一进来就超可爱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去哈比村，我们要去参加他的哈比村的这个 tour，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报道了，看起来蛮多人的，然后旁边有一群羊，超可爱。报道的地方在这边。There you go. Thank you. 好了，我们拿好我们的票了，我们时间刚好，所以我们要上车啦。Now, of course, we do start our lovely tour off. I love to judge everyone's parking abilities.我们从一开始搭上巴士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哇，这也太酷了吧！根本就是跟电影里面的一模一样，哎，超酷的。那这根本就是我的身高不佳。跟不上哎，他们走超快的。哎呀，哇塞，超美的！刚介绍的人说这边有一棵假的树，他说假的树是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们要在下面盖那个房子，然后原本上面有一棵真的树，他们就直接把那个树砍掉。然后为了要还原，他就放了一棵假的树上去。哦，酷！这个是佛罗多叔叔的家，就是主要他们宴会的地方，所以上面这棵是假的树。好，那这个 tour 大概一个半小时。含讲解跟拍照，他现在跟我们说可以去一个酒吧，就在前面，然后他有四种饮料可以选，然后就结束了这个 tour。 哇，这就是我们等下去的地方，去那边喝饮料，走走走，走过去。好了，我们走到我们要喝饮料的地方了。我们拍照花了很多时间，大家应该都在里面喝饮料了吧。来看一下他的喝饮料的地方。好，然后他这边有还有卖一些东西，一些派啊、麻芬啊、scone 等等的。然后我拿了一杯 apple cider。哎，你们两个干杯！干。好，那我们搭车到回来换票的地方十分钟，然后这里也是一个 gift shop， 可以看一下这里有什么。就是一些卖一些电影场景的东西。我们午餐是来吃他们哈比村卖票旁边这间咖啡，然后它就是有一些咖啡啊、茶派啊、一些小点心这样，像这样子，汉堡，然后它也有户外的位置，户外的位置都被占满了。那我们从哈比村之后开了半个小时到 Blue Screen 这里，看到这个牌子之后，从那边走过去，然后从这边走进来。我们把车子停在路边，然后这边走进来，就看到这个标示。它这里有一些警告的标示，它说 Blue Screen 这里是不能游泳，它很保护这里的水源这样子。好，它走路大概会走一个半小时。哇，这水也太清澈了吧！这好夸张啊，超美的。到了，这里 Blue Spring， 哎，
这个就是蓝湖，草蓝湖 Blue Spring， 超干净的，超清澈的。我看介绍是说，纽西兰的瓶装水有大部分是从这边的水，害我好想要喝哦。真的很干净哎，你看。从蓝湖那个桥走上来，这边也是超美的，然后一再走过去又还是可以看得到湖，一整片蓝色的超美，哇哦，一直走过来更多，这里走一点点路，结果旁边就有牛耶，超酷的，牛就喝这个纽西兰的纯净水，哇，今天住的饭店，叮叮，有厨房、客厅，然后沙发、床，它可以变成沙发，然后拉出来就可以变成床，所以它 total 如果最多的话可以住四个人。有大冰箱，然后有浴室淋浴的，然后还有这里有一个房间，我们住的房间，然后这边有洗衣机。还有泳池。晚餐我们来到陶波斯这间印度餐厅。好，那他这边的餐点呢，就是印度料理，然后有非常多的咖喱，然后还有一些开胃菜。我们刚点了这个 combo， 然后来了这个，哇，这也太嗨了吧！我们的 starter 是这个，我们点的主食两个咖喱跟两份馕，这个吃起来是甜甜的味道，然后这一个是很多的新香料，里面有秋葵，我还吃到八角，还有番茄，还有牛肉，牛肉，对，这个有鸡肉，对，这个就甜甜的很好吃，然后好好吃哦，好幸福、哦，真的很好吃耶，我们三个都很喜欢，对不对？超幸福的。我们现在要去洗衣服了，他这个饭店有附洗衣机。那这个饭店有一个泳池的区域，就在我们房间的旁边。泳池、热池，然后它这里有 jacuzzi 热池，然后厕所。我现在在陶波，现在是早上差不多七点半，它这边东西大概七点半才会太阳才会升起来。然后我现在在。湖这边跑步超美的，跑到这里还有这个脚踏车的装置，还有跑步。我现在在跑到这条路上，就是脚踏车跟行人的道路，还有特别的道路，然后再过来一点点，那边就有一个小港口，是停他们私人的船。它这边就有一个小地图，它这个湖的可以做的活动非常的多，像是冬天有冬天的活动啊，然后夏天有一些船啊，或水上的活动啊。城市就是叫陶波，就是因为有这个陶波湖，然后陶波湖的形成就是在2000年之前火山爆发所形成的一个湖泊，然后这湖泊超级无敌大的，环湖一圈大概191公里，来这里骑脚踏车就很够啦，要骑一到两天呢。解说的资料是说它这个湖比新加坡的面积还要大，真的无敌大了，如果我们来这里骑脚踏车应该是很棒。这里的鸟，一二三
只都站在柱子上，超可爱的，而且肥肥胖胖的啊，飞走了。不过它这边算是一个在纽西兰这里很有名的度假的地方，然后它也有很多活动可以做，像是水上活动啊、香蕉船啊，或者是 jet 啊、快艇啊、风帆啊这种的，都可以在陶波湖上面玩。然后它附近有很多的山，也可以去爬山，然后瀑布也可以去溯溪，或者是玩水。你们看陶波湖的水真的超级干净的。陶波湖这里的冰城市也非常适合骑脚踏车哎，在环湖步道啊，还有这个修脚踏车的器具。贴心，我才刚说完就有一台脚踏车骑过去。走到下来这里就是沙地，然后你看，就看到他们，他们怎么一直走向我Hello 太好笑了吧，你们看着我干嘛，你们看着我干嘛，你们想拍照是不是？然后他这里，而且他这边是可以下来游泳，可是他只是可以游泳，没有不能有船帆船，这里可以游泳哎，这样走下来就可以游泳，太好太棒了吧！而且这水真的无敌干净的哎。在环湖的时候就看到有一区有地热，在这边，然后在地热旁边这里，它这边就可以停一些露营车，因为它这边有一些厕所啊、shower 这种的，在这里后面。在陶波这边很有名的这个飞机的麦当劳就在我们住的地方的旁边，这边它是里面可以坐有座位的哦。那能不能去坐那边？好，那我现在就过去点餐吧。